场灯光闪烁，能量四溢，舞台中央歌手热情四射，伴随着音乐节拍，挥舞手臂，扭动身体，棚内充满激情，气氛热烈。人气女星安心雅即将惊喜登场，知名歌唱节目担任特别来宾。小鹿香肩短裙秀出迷人大腿，眼神自信又热情，安心雅充满活力的跟着音乐节拍，又完美的节奏感大秀舞姿，瞬间引爆全场气氛。这次担任大来宾，更带来两首歌曲，用清新的嗓音为节目掀起一阵热潮。有宅男女神封号的安心雅，更让节目中其他艺人十分惊喜。带两首歌，一首就是自己就是唱跳的歌曲，然后一首是之前跟萧煌奇老师合唱的台语情歌。觉得今天是我入行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像粉丝的一天，所以我很兴奋啊，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跟安心雅一起合作。全场充满温馨欢乐的气氛，歌手们个个激情四射，尽情展现才华，加上有宅男女神的支持，更替节目增添了一笔色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